九十九，哦哟，你九十九都会数了，九十九啥意思？狗蛋，你两岁啊？啊？我两三岁。你三岁啊？嗯。两岁还是三岁？我三岁。哦，你三岁啦？嗯。谁说你三岁了？奶奶三岁。哦，奶奶说三岁啊？嗯。哪有两三岁啊？奶奶哦哦哦。奶奶哦哦哦。嗯。嗯。奶奶不。奶奶说啊，只有两岁啊，谁说你三岁？我说。你说的？哦哟，胡说嘛，这不是，是数不会数了是不是啊？要下来吗？不下来。不下来啊？嗯。把奶奶抓好啊。你坐好，你坐好。夹好边边。哦，你坐好。我装逼，我妈，今天我拿回来那个鹌鹑蛋了。鹌鹑蛋在我们路抢蛋时拿来煮，他吃吧。这个地方不好放，就是说，放一些露花盆、露台的那个框子的。哎，就是，要不然就那个啥呢，坏了。小学就是亮晶晶，好香。好像从明天开始脑白金。哦，这么长吗？嗯。啊，脑白金都上去了吗？嗯。好像满天脑白金嘛。嗯。小哦哦脑白金，小脑白金。哦，小脑白金嘛。着凉了，这么冷不冷？我外面好冷，我觉得这有点冷，你这个风是不是一直吹你的？这个地方不是。这个抽油烟机的，主要是。吓一跳。看啥你？下下下是吧？下去下去，快。来，等一会儿。快，奶奶快好了。